什么？他一个人带着佩佩去现场了？你怎么就让他？哎，大哥别急，虽然我知道你很急。我在遛狗。我在遛弯。我在遛狗。我是狗。他们似乎有事隐瞒，想蒙混过去。找我有什么事吗？哎，你也在找他？好巧，我们也是。这小子胆子也忒大，竟然自顾自的就跑去现场调查了。这不是佩佩不在吗？大哥，瞒不下去了。你还是少说两句吧。我是狗。我是想你描花的狗。